这个环节是遗珠之憾，这首歌只有一个夜曲，那就是弦子。弦子是我们藏民族非常独有的一种乐器，其他民族是没有的。自己民族的音乐才是最能表达我的心情，最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一种所有的这种情感。一首格桑曲珍献给大家，谢谢。Oh.